就不给这些人，你看他就不给。你这过马路的骑自行车把哪过？你这说这真的，他现在不对，他妈傻，咱该改善改善。那这一说话就要说吧，别了，我这不能是靠老百姓，没有老百姓，你这个不能。我这还谈这个政绩呢。他如果说以后不来，我都给他买回来就行。老百姓呢？这个，他妈的，欺负老百姓呢？行了，这个，所有的权利都是为服务老百姓争的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来解决啊！你解决不了，我来解决啊！警察来了，听啥情况？我先听听啥情况，对吧？别闹，都别闹啊！